只不过开了个头。 哎呀，来的真快！ 来的是真心迅速啊！ 他也回头了，不喜欢回头。这艾克要来吗？他回头，艾克要是不来，他回头干嘛？ 是吧？那艾克要是不来，他回头干啥呢？ 守自己的土地，在他们的地盘猎杀，有点爽啊！这样子玩就很爽了。本身对线是不太好打的，打卢娜，但是对面这样子玩呢，那就稍微比较舒服了。 直接三速血了，一速巨快。艾克在哪里？ 也爆杀，那就很帅呀、啊！把游戏就比较简单，咋的都爆杀，那不就游戏就简单了吗？
又没 Q， 吓人家干嘛呢？都不怕你的，完全不怕你。现在有 Q 了，可以搞搞。啊，卢现在没那么好 Q， 怎么说？卢香还是没有那么怕勾，我必须重新汇集力量。汽车人辅助，结果由我们来决定。汽车人变形，我可以改变这个世界。看得出来紧张的，没事，都小问题。竞争局我总能胜出。需要打一个大招，狩猎开始了。哎呀，这好像不妙了。Shut down， 利用他们弱。好像又还行。稍事休息。爬起来，站稳了，狠狠地打。可惜，只能说小可惜啊。机器人打软辅肯定有奇效啊，这昆器人打软辅和打没位移的辅助，没位移的 AD 都是有奇效的。有 Q 没 Q 穿？电刀电死了兄弟，保持警惕。
我回来了，也便瞧你。有点爽啊，电脑，这电脑是真有点爽。开店，开店。有人看到我就会下来后退，可是在这身躯壳下，他们知道我跟他们其实一样。对面应该15分钟结束了吧？应该是15点，就很常规啊。看到艾克下来楼走的，小溜一下。他们会来的，让他们自己上钩。这身皮肤薄，哎，掉地了，一个能量充拳。一个能量充拳给打飞，又是这么大出啥都无所谓，来吧来吧，对啊，又是这么大出啥都无所谓。按常规来讲，这把应该这把不应该出 AP 的，这把不然这样就 AP 太多了。那既然31比7，那我随便玩了呀，但是绝对值得，那真随便玩了。我去拿小龙吧，OK 点了。